知道今天是情人节，只是碰巧选在了这一天。医生，顾生，莫老师，师兄。哎，郭先生，这是我大学师妹啊，您等的。你是我高中师兄，你是我大学师妹。那以后你们俩这辈分该怎么论啊？得从师兄这开始算。叫嫂子，就叫嫂子。东西都带好了。嗯。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师兄慢走。师兄再见。走吧。